好，录个神曲，关于梦想啊，送给 YY 新时尚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喜欢的多多评论点赞。我是奇声娱乐一名主播，我叫天宇，我的 YY ID 是62874，感谢收听。讲述那是我的梦想，它在哪个角落，是城市中的哪一个，是孤儿还是凋落，还是你从未工作，世界里一两全却忘了勇往直前，迟迟走了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我听到有人喊名字，论个什么输赢，我看到有人前行，在找个什么公平，你也曾想过拼搏，却选了简单的活，一直半生得蹉跎，把觉已经尽额，其实你已经废了，但还在说着对呢，你的梦太贵了，我20年都睡了，就折了这双翅膀，就世人都来观赏，就去个角落偷偷讲了你的平凡过往，是谁在随风摇晃，谁又在顶着风浪，是谁的梦还没忘，谁又回来陪我唱。嘿，我的梦想我还能向谁去讲，谁丢了自己的心想起求着老天打赏，你忘了哪个是你，你活不成你自己，好吧，请别再提起，你脏了我的肢体，就在这舞池上跳，就在这台下去笑，就最后一个拥抱，拥抱我丢掉的骄傲，你凭什么去放弃，哪怕是只有回忆，就算不会有人记，做到无人能替，就摔了我的麦吧，那一定会很帅吧，那台下有人在呢，我怎么忍心败呀，我好久没见新生，因为我不想去争，就照亮舞台的灯，就最后再来一次风，就让我一个人唱，也唱到世人难忘，这天下人都比我放学，无人和我相像，那不会是我的路，我已经说了我不好吧，就是我的负担，因为我觉得酷，就摔了我的麦吧，那一定会很帅吧，这台下有人在呢，我怎么忍心败呀，我好久没见新生，因为我不想去争，就照亮舞台的灯，就最后再来一次风，就让我一个人唱，也唱到世人难忘，这天下人都比我棒，就无人和我相像，那不会是我的路，我已经说了我酷，好吧，就是我的负担，因为我觉得酷。关于梦想，我是对的。感谢收听，谢谢。